大家好，我是小五，很久都没有挑战极限掉头了，今天我找了一条惊险刺激的陡坡窄路，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成功掉头吗？小五王军，你怎么跑到我家门口来了？大哥，是玩车，玩车啊！玩啥车啊？这个地方怎么可能能掉头嘛？高手来了都没用。老大哥，你先让一下。好。到底能不能成功掉头呢？时间是见证你的唯一标准。接下来我们。